好，欢迎你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讲到叶源之被恶搞，其实中央有网军产业链，这是存在的，而且是一条边一条龙哦。从中央厨房下令有计划的作战吗？过去有好多好多的例子，包括了行政院的牛肉面风波，包括了很多的例子哦，都显示有这样的中央厨房存在着，而且是打击你的异己哦，完全不手软，杀头以及割喉割到断，而且更糟糕的是，可能是用你我的纳税钱去做这样的事情。过去大家还记得吗？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当时有一个人叫做韩国瑜哦，他在选举的时候不断的发出哀鸣哀嚎，说哇，真的有这种人啊，就是网军部队哦，他们布建到每个县市、每个乡镇哦，统一由中央厨房下令之后，把这个产品分送到各个县市，还有指挥中枢啊，这是第四军啊。可是那时候很多人笑他，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韩国瑜讲了很多的例子，譬如说他的车子被装了这个窃听器，被装了追踪器，还有非常多零零总总的事情。我记忆所及，在2019年6月14号，那个时候他是高雄市市长，他跑去行政院开会，结果被摄影机给拍下来了，而且在他像这样子哦，低头看资料的时候说啊，抓到了，再打瞌睡哦。所以的确哦，的的确确，像这样子的这个网军们和他们的产地是存在的。其实网军民党一直都有在用，因为最早是民党自己党自己成立的网络部队，那后来等到他们执政之后呢，就直接用政府的资源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选举的时候当然一直不断的在用，但是我也必须讲，韩国瑜当时自己也有错，很多东西没搞清楚就直接先讲，像当时他那个所谓的窃听器事件，我也直接骂过他，因为我觉得你什么事情你要出来指控别人，你要有证据，你没有证据出来指控别人就是被人家笑而已，所以活该。可是呢，韩国瑜讲的是不是事实？他讲的很多部分是事实，也就是现在印证了。对，民进党处心积虑在针对他，而且不是只有他在讲，时代力量也在讲，好几个政党，民众党也在讲，好几个政党都知道。实际上现在连我觉得民进党自己都不太否认了，因为他们现在也大咧咧咧就承认，我就是有中央厨房啊，我就是有去做啊。但是呢，我们只是在宣导政策，你真的只是在宣导政策吗？实际上，他们用了各种方式，他们就是用公家的名义去包装，包装了之后来不断的去打击自己的政敌。那我觉得台湾人也蛮奇怪的，就是你明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我相信整个网络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正在这样做。 PTT 去年在筛检网络这些那种僵尸账号啊，故意放消息的这些账号里头，90%几全部都是蔡英文的支持，蔡英文的水军，只有剩下其支持是韩国瑜其他人的不到几%而已，你就知道那个是多可怕的一个状况。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必须讲，蔡英文执政之后，就是这次连任之后，更变本加厉，因为他们觉得没关系啊，民众就是支持啊，大家就是爱看啊，而且确实有效啊。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这一次的预算里头，又编了更多的这些黑洞预算，就在养这些网军。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可怕的网军的表现出现。大家还记得行政院的小编们的那个过年贺年的那个图片吗？里头丁怡民领军哦，是那个时候在行政院做梗图哦，做这个网军头。那2019年6月14号，当高雄市当时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被拍梗图哦，被这个应该是被冲康了，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丁怡民在做的，可能非常有可能是丁怡民在做的。可是呢，丁怡民中箭落马了之后，因为牛肉面事件，丁怡民中箭落马，可以看到呢，包括时代力量的邱显成他们都做这样的图，说啊，那个就是网军跟他们的产地。行政院秘书长现在要加入了，因为丁怡民下来了嘛，秘书长进来了嘛，是这样子吗？我们先这样讲，我们还是把这个韩国瑜到底本人怎么样，跟有没有网军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因为一个人把自己弄成可笑之后，网军才会有东西可以做。你像叶源之，他本身很好笑，可是有人会帮他讲话，因为他没有弄成没有支持度跟没有信任度的状况。所以去年的网军作战跟今年的网军作战，我们要把它分开来讲。今年的网军作战为什么处处逆风，就是因为他被迫要替执政党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硬是辩护。你像举个例子来看牛肉面这件事情，就你明明没有做过调查，明明没有去查对方有没有莱克多巴胺，然后你就说，哎，这个皇家牛肉面就用的美牛呢是有用莱克多巴胺的莱牛。好，结果图做出来了，快不快，有没有效率，棒不棒，好棒，会一开完就做就上。但是民众不是白痴啊，你用过一次，再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
最后是会出包的。所以现在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谈过了，这些人哦，他的可信度开始下降，因为你三天两头硬传、硬捧、硬舔。譬如说，你看苏贞昌明明就做不好啊，劳动基金明明就亏钱，里面还有内神通外鬼嘞，结果你还做个图说吧，哎，注意帮你赚了10000块。那你这到底在骗谁？你骗了一次没有问题，骗两次可能还过，三次四次之后没人机也不管用了。所以蔡英文政府跟整个执政党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到底梗图哦还有没有用？这就跟巴菲特讲的一样嘛，如果你家附近的擦鞋童家庭主妇都开始进股市的时候，你最好把它卖光光。所以如果连你家附近的县市民进党党部都要找这些梗图这些网军的话，那你最好开始不要用这个方式养网军，因为一直唬烂一直骗人会出现一个状况啦。唐凤上次就被问啊，说请问是不是政府的确有拿人民的纳税钱来做梗图升高仇恨值？那你说唐凤怎么回？唐凤说我知道2014年就开始，开你个鬼啊，马英九那时候你要告诉他做梗图做网路哦，我们讲很直接啊，民进党那时候已经上太空，国民党还在杀出宫呢。那他要那个时候看不起国民党、啊、哎，就看不起国民党，没有办法这样子、啊、对。那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是有新媒小组，真正用到炉火纯青是到蔡英文政权蔡英文政府的时候。哎，结果唐凤跟我们讲什么？说上面一定要上制作图啊，避免假消息。你搞我骗，唐凤自己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结果现在在当政府高官、然后人家跟他讲说政府用纳税钱来做梗图攻击底下侧翼的时候，你给我解决之道是什么？在上面上图，你当这些人是白痴吗？这些人做出来的图就是不上字不署名，然后偷偷给侧翼。哎、焦糖哥哥拿到的图是不是比我们讲的王定宇还要先？更快。对，那请问焦糖哥哥是贵党民进，他甚至不是民进党的人呢、欸。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就是滥用 Mango。是。不过今天是1月12号，2021年，这是蔡英文总统第二任的任期胜选满周年的日子哦，他的梗图哦，他应该是用公帑做的，而且是正确的哦，政绩宣传的梗图出来了哦，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哦，上头有写这是蔡英文嘛哦。他说我的政绩是什么呢？Taiwan 这个新的护照上路咯，台湾被放大了，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呢，过去这一年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告诉你，守住疫情，经济正成长，国防自主，落实居住正义，以及完善社会福利。可是呢，我们再仔细看看，仔细爬书，守住疫情真的守住疫情了吗？今天出现了2例的本土病例，而且可能有院内感染爆发，会不会再扩张？现在都还不知道。另外呢，只有股市房市涨，到底谁涨了薪水啊？我们身边很多年轻朋友都还是苦哈哈的呀。那再看看国防自主，我们是不是花了很多钱买军购？买了军购，然后呢？接下来呢？接下来是落实居住正义吗？可以想见花次长哦，过去他的这个恶行恶状，他当花教授以及当了花次长之后，前后的居住正义真的落实了吗？以及完善社会福利，这零零总总，民众到底有没有感受到啊？我跟你讲，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会把一个这个护照当做政绩的人，我觉得你真的是够了。是怎样把自己放大就是一种政绩哦？那以后每任总统都太简单了，我下一任我就再把自己再放大一点点。在下一任我再放大一个自己，然后整个盖满，写台湾。以后我干脆把整个护照剪成台湾的样子，可以吧？谁规定一定要是方的？我不能弄个番薯样啊！这种东西能够拿来当政绩，你无不无聊啊你？那守住疫情，对台湾确实在疫情的表现，在全世界绝对是第一流的。可是问题是，这跟人民比较有关吧，跟我们自己的习惯比较有关吧。反而我看到防疫指挥中心出包出了一大堆了，我觉得都是人民自己的好习惯造成了今天疫情能够控制得住哦。然后经济正成长，你知道好笑就是政府一直宣传说台湾经济20年来这样，股市一直上涨，但是除了股市房市上涨，少数产业一些高科技产业一直正在升温之外，其他的产业是苦哈哈。所以最近这两天你们大家自己去看报纸，很多新闻在讲说明年经济渴望回温。那如果经济好得不得了，回温回什么、啊、你应该是火上加油，应该越来越旺吧，怎么会是回温呢？表示你自己都承认其实经济状况其实不好，因为现在正在冷却当中。国防自主，请问一下，我们自主了什么？那个见鬼的潜舰到现在造不造得出来也不知道。
那其他东西还不都是花钱买？林志儒在哪里？你会做什么？你要不要告诉我？我跟你讲，连我们飞弹理论上是我们自主自己做的，你关键的晶片其实都是人家的啦。讲实在话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居住正义不用讲了吧？你的200,000社会住宅，请问一下在哪里？现在自己缩水缩水再缩水，然后用各种方式拼拼凑凑，然后花进去还死不承认，然后自己打脸自己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那社会福利完善，请问一下我们到底完善在哪里？我现在完全感受不到。当然了，可能因为我生活还没有到比较需要帮助的时候，可是对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在经济寒冬的时候，他们如果都完全感受得不到的话，你真的好意思讲自己的社会福利、社会居住正义做得很好吗？我真的拜托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对民进党来说，保住政权是首要之事，是重中之重。不管怎么样，人民的这个民调高高低低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把政权给守住，所以他会用这么多的网军，用这么多的方式来守住政权。那当然，星星哦，这个政治明星这件事情呢，当然塑造这个政治明星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大家知道的，包括蒋万安在国民党，包括了这个吴益农在民进党，现在各方都看好这两个人在2022有可能终须一战，在台北市长宝座这一战。我们先来看看蒋万安哦，他因为冒出头了吗？因为他现在要夺取，或者是有心要朝着2022的台北市市长宝座来前进，所以他现在开始被大家来打了吗？还记得1月9号，也就是寒流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在街头来做反莱猪公投哦。很快，的确啦，因为他长得帅吧，哦，那又是高人气哦，所以在50分钟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就吸引了800人去联署。可是现在旁边难免有摊商会说啊，你妨碍到我做生意啦，你要帮我全包下吗？哦，这个也被绿媒放大哦。我知道像新头壳啊，还有一些自由时报就把这个当作主轴哦，还做标题哦。所以现在蒋万安变成绿营全力打击，来把他这个刚刚冒出头的牙把他踩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吗？我觉得啦，应该这么说啊，这个我个人反对你们标下这种样子，叫50分钟吸800人，人家又跟 NCC 检举怎么办？如果像我这样心术不正，这个一看到这个不要这样，怎么吸引800人？你真的心术不正，好不好？对，我就是心术不正，完全没有想到，我完全承认就是心术不正。我们这样讲啊，蒋万安跟吴益农哦，在20哥笑到都不行了，哥笑一笑，健康啊，正常啊。你知道2022年这个台北市长最有可能两个人哦，蒋万安跟吴益农是弱弱之战，弱弱，这两个人都很弱。我没有说他懦弱，我告诉你绝对是弱。你不要嫉妒人家长得帅，我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是这两个人呢都在保护之下。你看蒋安最近有没有长寿媒体访问？吴益农有没有？那未来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少见的，以前台北市长都是战将，但现在呢都是两个极度小心，然后动辄怕得罪人的两个人出来选，到时候一定不会很精彩，除非他们愿意大开大合。所以你说民进党打不打？民进党当然打，哪次不打？什么时候不打？一定打的嘛。那但是问题是，那你自己要回头看一看哦，你们家吴益农挺得住吗？吴益农能不能够面对真的媒体稍稍不友善一点哦？你要派你农夫出来跟人家挡吗？你觉得吴益农真的肚子里面料已经有料到可以当台北市党部主委哦？你帮他营造那种万民朝贡，就是吴益农出来选，然后忽然间大家就消失了，这种东西撑不久的啦。台北市有很多深毛带角的议员跟地方势力啊，你觉得你能跟他讲说，韩明哥我帅哦，怎么样，是不是要听我的？议员是不是要听我的安排？真的没办法嘛。那接下来一定会看到很多悲剧，但这两个人目前看起来都还是处在很弱的大家保护的局面当中。刚刚朱大那一番话只代表他自己，而且完全就是在嫉妒蒋万安跟吴益农怎么样外貌。不过必须讲哦，最近这个蒋万安他提出了一个这个提案哦，他要提返还两蒋时期被没收的财产哦，说政府不能再拖了哦。那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他先把他选2022的这个障碍先扫除嘛，因为某种程度这就是这个正义这个转型正义的一环，而且他是蒋家的后代嘛，这个不提还好，一提哦，这个民进党就上来打他了，说你说你要这个返还，那之前的这一大堆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全部通通都盖瓜承受嘞？我觉得蒋万安这应该是一个策略，就是因为他知道
将来民进党一定会狂打他蒋家后裔这一块，一定把蒋介石、蒋经国那些所有的这些祖宗八代的事情全部栽在他头上。所以既然你们都要讲，我先讲，我先讲先赢，然后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来比照办理。那民进党讲了一个逻辑最奇怪，就是说，难道你那个两蒋时期这些财产很多都已经充公啊？这怎么可能去查？怎么可能去弄啊？扯了一大堆，这根本就不可能，只是政治操作。那我请教一下，那你那个党产委员会是什么东西啊？你党产委员会如果可以运作，为什么这个不行？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所以我觉得扯这些都没意义的。如果真的，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再来讲，这应该是民进党要提出来啊，怎么民进党没提，变成蒋万安在提啊？那当然提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未必是好事。有些深蓝的可能就觉得不 OK。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蓝的，尤其蓝营的一些基本教育派的人，觉得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去提？我们当年做的也未必有什么错。但是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讲，我现在先找席，我把你们该打的我全部都先让你们打过一遍之后，等你们没这东西打了，哎，我可能就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去年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区域立委哦，蒋万安是胜了吴怡农，你觉得他会再接再厉，也在下一城吗？我觉得他目前看起来是所有呼声里头最高的。那他上次虽然是险胜吴怡农，但是那一次是国民党大逆风。那这一次呢？抱歉，我觉得到了2022，恐怕是民进党要开始逆风了。所以反而吴怡农这次如果还真的想出来跟蒋万安一拼的话，我觉得吴怡农的风险很大。你光是要越过姚文智障碍，恐怕就是你要奋斗的一个地方。是这个双帅之争哦，看起来精彩可期。先休息一下，更多内容1700。